卫星世界工厂风水经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咧继续搁啊各位讲解工厂风水。无论是大间工厂、细间工厂，伫这个风水的问题啊，这个千奇百怪，足济现象呢，予咱防不胜防。本来咱都感觉住了顺时顺时啊咧。突然间啊，隔壁甲你起一栋，迄只头前呢，人个土地咱嘛爱使用，人爱使用呢，所以做一个门，做一个大门，迄只头前呢，做了各种个建筑物啦，往往诶，原来咱所住个所在啦，所以影响着，即就是咱佛法所讲个法无定法。诸法无常啊，诸法无常。所以啊，咱一间厝咧，若是讲咱住咧，原来感觉平顺平顺咧，向向咧，咱完工莫名其妙发生真济灾难，或者咱家庭咧发生真济不可思议的灾厄。曾经咧，我在宜兰看过一口罩，这个先生伊厝原来住得好好啊。囡仔大概都真有成就，大概都算真平安。家内嘛真正好气咧。隔壁咧，伊正平咧，人起一栋四楼。起起来以后咧，伊囡仔出去车下，囡仔无代无志，头路上班，安尼咧，甲死掉去。家内咧，翁阿母无代无志，感觉心肝火直直压起。有一天呢，都看了我在第四台啊，还在四五年前，在第四台我放较济呢，看到的是伊只发觉讲，家己厝有问题，都是原来好平起一栋官楼起来，起起来了，家内钉钉塔塔的问题拢到位，那么叫主子咧，找到市里来咧，我讲你这个厝咧吼。那有问题啦，你一盖，一盖咧，门一千斤，厝剩四两重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老师，我嘛唔得要哪盖。那么我再盖一盖，等下我甲各位讲，你要哪来改正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唔是讲这宜兰这个先生因厝尔。因为我足侪案例咧，足侪这个例啦，就是讲。原来好好咧，囡仔多灾难，囡仔主要唔读书，囡仔开始变歹去。真侪工厂咧，原来做了真顺心啊，隔壁人起一栋厝起来，煞变做咧，员工开始咧所生产的产品，这个产品出来，钉钉塔塔，严又严未过，使用上常常起故障，到以后发觉到厝梁风水的问题。所以才造成啊，这里不如意。经过改革以后咧，就稳定了，这真一个。那么现在咧，我简单举一个例啦，咱再请大家来看这个图。比如讲，这栋厝，咱本体是遮，咱厝是遮，隔壁咧起一大楼，叫做好平，叫做好平好丫头。对面咧，都对面遮厝咧吼，人咧围墙起来。这是一个户口来相对，这个门出去，多对一点的条，这条做门条呢，那就是一个拳头母，一个拳头母型呢。所以咱向外出去咧，向外出去，这边叫做开户口。
那这栋大楼来讲咧，即嘛户口，啊，所以这栋厝咧真歹住。这栋咧，这个大楼户额头佫开户口，啊，再来头前挑来就眼中钉过来，啊，所以这间厝咧要来住咧吼，就真正够问题啊。因为户额头咧，吼阴阳，吼阴阳失调。咱好平本来就是阴，阴的额头咧变成小人当头，小人当头，啊，或者下犯上，下犯上，啊，或者咧这兵气主，弩气主啊，这现象真多。甚至啊，咱一个工厂，咱若安尼来咧吼，咱啊、产品咧，这个产品咧常常咧会起钉打，吼、啊，常常起钉打咧，那么啊，你怎么办呢？拄着嘛。那么若是有这个现象的啦，我拢甲各位咧，拢建议讲会当做玄关。本来我向安尼咧，我倒转来啊做靠山，悬的做靠山。那么现在请大家来看这张图一下，拄只咱这头前就蒙出去，蒙出去咧，蹦跳啊，吼，这开户口，这个户边咧高楼，白户高楼户边，咱原来向安出去是，吼，向出去咧，这户高楼。啊，这兵起柱，弩起柱，弩起柱，哈、啊，兵起柱，哈、啊，兵起柱。那么上好的方法呢，咱就爱改做这个向，好、啊，那么就按我按这按这摆，这边门盖了过来，啊，加康康，啊门呢往向这边边后边就做靠山，改90度的玄关，90度的玄关。好，原白虎坪的一大楼改变为坐山大吉。啊，咱就向安尼出去，咱门呢，改那一摆，安一摆，这都甲关起来。啊，是做这条路，做汤。啊，这个后边这个山呢，吼，这个这栋大楼呢，就做靠山。呀，这做靠山，电都有力。原来咱向呢虎坪额头，吼，咱向安尼是啊，这虎额头。啊，那么改向安尼来，对啊出去，那对啊倒出去咧，这做。靠山，好，那么这边呢，就走后边去，这走后边去啊，这走后边去啊，都不管你干哪看只，这是两边过岸，两过岸的，安尼来呢，都较平安。好、哦，我看真侪工厂呢，我甲建议安尼改了，还是徛街改了呢，哎，就稳定了。依然呢，啊，这个信徒的厝呢，我照落甲改了呢，煞安定了。哦，有一天呢，这依然呢。换了只遐个产品啦，红做迄做啊迄哦，来谢谢老师啊！吼、哦，我这主要改了以后咧，囡仔稳定咧，头路都去找着头路，啊，红阿婆咧，就家己感觉真正较平和，吼、哦，家内咧感觉较有温暖的感觉出来。所以咱有法有破，咱知影安怎改。好、哦，像这个好来家头咧，上好咧，你也超90度过，这是上好的方法尔。啊，我讲，哎，我来安抚啊啦啥，迄拢无啥作用，吼、哦，只有安尼这个方法会当破解，吼、哦，其他的方法呢，啊，咱就可能呢，咱就较歹用呢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性教，尊天法治。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啊，咱人伫世间伫行，短短几十年。吼、哦，往往咧会感觉哪像，看到万项代志，看到人啊，看到无欢喜的，等等咧，哪是感觉真眼中钉、眼中钉？但是咱人啦、啊，若是时时有这眼中钉的存在的时啊，咱上可怜，因为咱无开悟，所以你甲万啦，这个人咧，人人中间咧，你甲看到眼中钉。看伊个，感觉这个人生活真讨厌。看这个人呢，伊会激动呢，感觉真讨厌。看这个人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奇形怪状的打扮呐，哈、啊，咱来感觉看真讨厌。迄阵咱的眼中钉。一旦咱一个人啦，那思想有这个心念、这个、心态的时啊，咱会过得真痛苦。因为咱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有甲咱开示。色类各有机，色类各有聚，互不相烦恼，互相无去受妨害着。因为有一个人，伊的生活就这个调调，这个形式的，
哈，咱都看人眼中钉。但是，这个人诶，伊生生世世来，伊大诶习惯都安尼。那么你叫伊要现在要改掉咧，有当时会真困难。那么一旦这情形咱无法度诶时啊，咱就自己行开家己，哈，咱就会了解讲啊，伊诶习惯都安尼，哈，咱就谅解。啊，那么咱的心的爱如如不动。相对，咱的做事业、做工，这公司工厂嘛会拄着真侪眼中钉。好、哦，看到哎，这个人，那看真无爱缘，真无佮意，好、哦，你就常常的气噗噗，啊、哦，生气落大。我感觉安怎来咧？咱人感觉真无价值，真无价值。所以万行代志啊，咱爱有超人的看法，啊，而且用于赞叹。同情的心态来看世间人，人对人啊，这是咱人甲人中间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咱会当用咱的心态来改变。若是讲咱一间厝、一间工厂，哈、哦，或者咱一个家庭、一个办公厅，啊，你头前一粒真无喜欢的物件咧，咱嘛看到一个眼中钉。好，那么哎呦，目睭看了真讨厌，这个物件看了就很不舒服，究竟怎么办？要安怎呢？哦，所以啊，咱今日甲各位介绍一个徛家工厂呢，若是对面有电条的情形，该怎么办？现在大家再看一张图嘞，这个嘞，好、哦，咱就一间厝里家，好、哦，咱这厝家对面就电条啊，也是铁塔。或者即个叫做纪念碑，或者一挂迄个塔，啊，种种咧，那一条的情形啊，也是一张死囚啊，啊，即、這个情形啊，啊，叫做眼中钉，迄种所发生的物件咧，吼、啊，对家庭发生的咧，就是咱人目睭较会起故障，因为咱向出去眼。哈、啊，常常的造成了目睭起故障，有老皮灰，啊，较有灾厄。好、啊，但无但无是滴滴答答，但是就来啊。出门呢，爱足小心，足小心的。哦、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啊，拄到这情形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那么这条呢，电条到底是偌远，才会影响到？普通一般电力条呢？哦，工厂面头是一包电力条，那像这大机的这个吼，那一百公尺以外呢，都无要紧啦。一百公尺以内呢，咱的影，迄一头影要会反射入来，迄就变阴影，啊，阴影入中宫呢，就出来滴嘞。那么当然啦，吼、哦，家内较未平安，较未平安呢。啊，尤其呢，咱若讲较有这是非，较有事端，吼、哦，我印证过真济过是安尼。那么，咱若有到公寓，到公寓咧，你看出去啊，有电条。若是电条伫咱公寓以下咧，迄拢无要紧。公寓以下为文笔，啊，公寓以下咧，啊，那千军万马的阵旗，迄就无要紧啦。若是讲，即个咱公寓变成二楼，电条咧都咱面头顶咧，吼，都啊，塔到咱楼顶去咧，迄嘛是眼中钉。咱下摆来当申请刷对。边来，当然在住会较平安。啊，若是讲咱若无法度刷的时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两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呢，假使我住伫一楼，对面呢，迄一个条伫头前诶，刷阁未刷呢，无要紧。咱哦用啊，找一个好日诶，初三、初六、初九，好甲初一，啊，哈，这个日呢，咱中昼时啊。哦，中昼时咧，或者再去时的日头都出出来时啊，咱伫条仔处理咧，咱咧甲咱目睭边缘的所在，甲画一点，差不多遮大点，遮大点圆的，甲点咧，咱目睭所看到位啊，条仔你甲点咧，然后咧用脚甲踢三下，脚甲踢三下，即煞气自然就会开去啊。哦，即一个真简单的方法。啊，你若无为着啊，哎呀，迄个条仔煞袂掉咧，我去懊恼。好，因为迄为咱个个业，但是又发又破，啊、哦，所以咱个打一点红红的，你要打红纸嘛可以，啊，是用油漆嘛可以啊。好，那么这要个另外一个方法咧，啊、的做法咧，咱现在请大家看这图咧，哈、哦。好，咱拿像这个哈、
咱用哦，这叫做一个镜，这创一个镜，嘿，咱按镜嘞，就会当来反射。咱变成一间厝安尼，哈，一间厝嘞，咱的门头顶、正面顶嘞，咱甲用一个镜，按镜来反射这个光，头前反射这电条啊，哈，这个镜。啊，这个嘞吼，这镜差不多七寸大就会使了，七寸。好，啊，七寸大嘞，这中搭一个红纸，遐一箍银遐大红纸。好，啊，咱家己粘起这个所在，然后呢，咱每千算七一十五中道来按这个镜，啊，七十五中道按镜，按镜方式嘞，好，咱真简单，好，咱就镜体嘞，好，一点点红红嘞，咱照一头，好，一头先照，照甲这一头光嘞，照到这个条啊，照到这个条以后嘞，你再去按起哩，这里啊门头顶，好，那按了来嘞，你头前这个条啊刷嘞。自然就会开去，头前这个条仔线咧，先自然咧，感觉无形中咧，咱的烦恼会伫减少。这一个真正好的方法，若是各位有这个情形的时啊，啊，我建议各位啊，吼，恁会使参考，这省钱搁多本道理搁。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，于国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的厝前啊，除了这个电条以外，眼中钉以外咧，要有个眼中沙、眼中沙。咱一个人，好有当时啊咧吼，人则落雨，无多容纳一粒沙入去面一目力。尤其诶，男女之间啊，诶感情啊，搁较容不了一粒沙。那么相对的，咱伫商场上呢，生理场上呢，咱嘛会这习惯，容不了一粒沙。咱的眼中同行中间呢，容不了一粒沙。好，这是社会人心啊，咱人心的心境，将可怜的人生的心境。世间事啊，若是讲要做，无可能咱一人。嘿，一个天，咱无可能一个人呢，完全拢咱来做，咱一个人嘛做袂起，啊，所以世间的事呢，万项代志拢是一种互相相调和、互相分工合作，个人个人的缘分，个人个人生生世世因所结的善缘甲恶缘拢有关系。若是讲咱一个人啊，吼，本着讲，甲任何一个动业诶，拢看作一种眼中沙诶，是甲眼中钉啊，咱做生意一定未成功诶。咱只要甲心灵啊，甲心拍开，会当融入啊，即叫做所谓同行，吼，会当大家互共同，个人个人诶方便诶立场。甲力量来奉献大众，咱若若是有这个心的时啊，我相信呢，咱大家做事要一定足顺势的。因为呢，咱若融入不了一粒沙的心态的时啊，咱时时看到啥人就会惊着，看到同行的你就会去怨妒，看到同行的你就倒来开始想讲想啥办法呢？要来个反击，要来伤害、阻止，那安尼呢？咱心境未免太小，都无配为一个事业家啊！所以咱爱相信佛甲咱讲啊，咱来伫世间人甲人中间拢是有缘，人甲人中间拢是生生世世拢有一个大愿力来伫世间。那安尼有这心态是，我相信呢，咱行行呢，各人各人拢会过得真正。调和，而且呢，过着非常欢喜的心。咱的事业，这么做，这么有欢喜心，这么做，这么有成就。那么咱一间企业，共享嘛共款。咱厝前诶，若是有这个沙堆、石头、乱七八糟、垃圾诶，
拍打鼓下，顶顶足济物件是啊，咱呐即间厝咧，吼厝内底较事端，吼沓沓滴滴沓沓滴滴沓沓滴滴代志较会较济。好，那么现在来看这个图。好，咱那把告诉咱的本体是这间厝，哈，头前呢，这种乱石，乱七八糟的，哦，大林细了啦，安个起错的事啊？那么咱呐各位呢，上好呢，一当个清清气，清好清气。你穿这些清气呢，啊，咱是为自己好，啊，若是讲咱啊，还别人的啦，卖差别啦，嘿，未顺时的是咱，若是咱徛家。咱若徛过头前，石头乱七八糟，然后伊幼囡仔、细囡仔时啊，吼囡仔搞毛病，沓沓滴滴有够侪，有够侪。因为我印证过真侪家庭咧，头前人围路，或者讲头前咧，互人倒一块石头，乱七八糟啊。那么这间厝大咧，生理也是大咧，家内足袂平安咧。啊，我著甲建议讲，你一定甲清清掉，啊，清清掉以后咧，你自然咧。好，一顺序。那么咱这信徒呢，啊，建议以后伊就安尼刷掉，哈，啊，头前个刷刷呢，啊，清清的，甲贴较规则嘞，哦，所以安尼了呢，自然会较进步。另外，要这种呢，就围墙卡，围墙围墙卡，哈，哦。那么来看这个图嘞，嘿，啊，咱围墙卡嘞，哈，围墙围墙卡下面呢，嘛有乱招一时啊。好嘛，乱就嘛，甲面顶同款的意思，同款的，沓沓滴滴，沓沓滴滴。尤其呢，他围墙卡的乱招，啊，围墙卡的乱招嘞，比线线乱招较严重。哈，普通时呢，那围墙卡有乱招头前呢，鼻啊，啊，引起着囡仔的鼻啊，因为咱的目睭嘞吼，你看到一片壁，看到一片壁嘞，佮下面乱招嘞，有一种感觉压迫感来。形成咧，咱鼻咧，咱会感觉尿尿咧，鼻啊会对内底咧倒流，吼，你鼻涕倒流，或者讲鼻啊咧，常常咧塌掉咧，哈，心亏咧，啊，即个倒流咧，感觉一个心亏一抓咧，感觉奇奇怪怪，家己讲袂出会病病母。咱曾经有一个信徒咧，伊门口吼都是微小卡，想别人个土地，啊，用用吼。啊，家己要创啥呢？就去死去载载一个石头来放对面。啊，家己若要用也好，啊，要创啥呢？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放了无偌久呢，厝内底呢，大家都咔咔扫。伊嘛莫名其妙是安尼，大家咔咔扫。啊，扫扫呢，啊，就燃烧黑球串，然后就打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就走来请示老总讲：“老总啊，请问阮家吼，唔知家己最近未平安呢？”老总就开始讲。你门口蹲了石头要创啥？伊讲我那个蹲蹲的吼，要创啥要用都有啊。原来就是围墙卡，吼你蹲一寡只石头，啊所以家内呢，大家真袂平安，家内呢袂平安，事业哪有可能顺失呢？不可能的代志。好了嘛，这位信徒呢，啊等于呢，啊咁样啊扯扯掉啊，这吼说怪遐石头，害家内袂平安，非常的无道理。石头原来伫起步，伊也无讲咱；原来伫起步，伊也无伤害咱。吼、哦，甲咱无瓜葛，你家己啊再倒倒来囥在你面头前，甲你伤家己嘛？啊，即摆毋知想什么，拿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摕石头当家己脚盘，这就是意思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是风神地穴，咱的处境啊，那有石头。乱七八糟嘞，那个捡个整齐嘞，啊，拍哪骨下嘞，咱就甲捡个，吼，啊，较清气嘞，安尼来嘞，咱对着家己好，吼、哦，家己好，家己得到利益，啊，那么咱呐，假使咱买蹲石头嘞，看到厝边头尾，咱嘛唔通讲蹲个弯过去抓，安尼咱感觉是顺德，吼、哦，感觉真无自卑，啊，今日嘞，咱的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